擦一下眼镜儿，因为我发现我眼镜刚跳完舞起雾了，它现在非常的模糊。晚上好呀。Hello，大文豪是什么东西？太折寿了吧，这个称呼。请不要这么称呼我，太让人惶恐了。晚上好哇，这么多晚上好，我戴上眼镜之后世界都清楚了。是啊，还有特效，没有想到吧？晚上好，小五今天是在学校吗？不是哦，今天是在中心，但是我之前有答应大家的那个明信片嘛，然后今天要趁着这个机会，像学习直播一样。你看你的黑眼圈还熬啊？很重吗？我遮了半天了，还是很重是吧？行吧，那不熬了。是不可能的，我刚反应过来，我守护天使的那个也得减，所以今天晚上估计又是熬夜这样。又在蹦迪是什么东西？不是，朋友们，你们进来发言能不能注意一点？就是你们看我，但是同时还会有其他人看我，这灯好高级，哪个灯啊？哪里有灯？哪里有灯？昨天捡了什么能说吗？昨天捡了这个，就是林二三大科学家。哎，9999的这个奖励啊，算是奖励吧。对，小心点干，好的。我妈给我寄了护肝的东西了，大概是这样。还有22天开学，我还有22天开学，你在泪目什么？你听起来像是在凡尔赛耶。早点睡了好吗？主要是。好多事情真的好难，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夜蝶，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我发誓，如果不是在标那个什么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我本来9月1号能赶上9月1号晚上4:03发的，是想在那个时间发，然后结果没赶上，没成功，对，那就放到9月3号了，所以9月3号的晚上4:05，大家可以看一下武汉的 B 站，会有一个视频出来，对的。但是是4:05，不是4:03，因为我发现 B 站它不能把时间精确到那种三啊、四啊这种数字，只能是5啊、10啊。来直播看开学第一课，谢谢舒小文的5个荧光棒，谢谢大科学家的夜蝶，谢谢。首先啊，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塔是我已经搞好的明信片的封面，对的，对，就是每个人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哦，对不起。然后还有一些已经写好的，然后已经写好的呢，因为内容啊，虽然内容大家迟早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大家迟早都会看到，然后呢，但是有一个人的得重新写。就是空有不二的，因为写他的时候我在机场在等飞机，然后有点打盹了，然后这个字就越来越飘，越来越飘，越来越飘，然后他的这张我一会儿重新写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写其他人的，对的，手写的，没错，因为这个之前说好的嘛，代收是吧？但是这个其实不能寄出去，就只能我拍给大家看这个样子，对，只能我拍给大家看，谢谢 LK 暗恋浅浅中的玫瑰花，谢谢。只能我拍给大家看了，对。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这样写了。首先呢，我要放一个背景音乐。有些文字写的时候需要用一点音乐的衬托，会更有氛围和气氛。谢谢 Yolo 点1848的一个巧克力。Yolo 这个。ID 又让我怀疑是我见过的人，可恶，让不二拿到了混血版，他不会拿到的，这版我肯定不会发出去。加油，好，告状，有人在群里一直磕糖，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在我的房间里磕？你是瞧不起我的房间吗？是瞧不起我的房间吗？你见过我发过翻牌，是吧？
我就说我应该是有印象的。然后让我们随便听一个，最近拍好帅啊，是我熟悉的。那行，把丝袜插出去，怎么在别人这里 KY 啊？真过分！我允许你在我房间 KY，我允许你在我直播间 KY 了吗？你在我房间 KY，我可以给他删掉。你在我直播间里 KY，我怎么删你？对吧？我只能把你踢出去了，真的，你要注意一点。你在房间 KY，我现在看不见。这样吧，趁我不在，我把房间现在让渡给你们，你们可以现在去我房间磕，怎么样？现在去我房间磕，你们也不用来看我直播了，反正我在这里学习直播呢，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可以去我房间磕，他们现在看不见，然后一会儿下播呢，啊，我就，你把我踢出去，我就去磕糖了，我偏不踢你，凭什么你可以去磕糖，我要在这里写明信片，我偏不踢你，我偏不踢你，还成全你了。大家磕起来，你删得完吗？唉，尽力吧，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好，你可以开个账号一起来磕糖，我就是开了我也不能说啊。5W 私房什么时候放饭啊，敲碗？大家想吃的饭好多哦，真的想吃的饭好多。我昨晚还收到了翻牌，就是我点开那个翻牌看有。然后我回完他就已经没有了，已经撤回了。就是他觉得我看到就撤回了，是催我插人说插的。大家想吃的饭饭好多，小五累累。你看看，还有人问插高续集啊，太难了，太难了。大家想吃的饭好多，我努力，我还不够，能力还有限，然后只能一个一个慢慢做，好吧？对。主要你写的蛮不错的啊，真的吗？谢谢。其实偶然写的，因为主要是因为他俩好磕，所以写。你要说平时也没什么能让我磕的事情，我就不会写呀，对吧？他俩有舞台，我才会写。就是平时生活当中谁谁磕到了，我也不会去说的。这个东西肯定是有舞台我才会写嘛。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插高续集的话，就给插人。投票，各种方面的投票，让差人有更多的舞台，哎，然后小五就会写，对，让差人有更多的舞台，然后小五就会写更多。背景有气氛灯，有一个我室友开的，哦，我看出来了，哦，这个变化，对，他走了，他没关灯，我也可以开一个，但我看着就很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子。整个人红了，然后我还可以再开一个台灯，这样 OK 吗？这灯光是蹦迪吗？可能全关了是吧？复古感拉满，我这样子，我得给大家上个滤镜什么的，对，但我这也没有滤镜能上，这个。这个像滤镜吗？哦，不像，对不起。你这滤纸，今天学什么呀？今天学着给喜欢的人写明信片。崛起而读书，为差高崛起而写文，为差高崛起而更新。那润稿费怎么计算？吴老板开个价，润稿费，你们都给差人投票，多关注差高就行了。我不要润稿费，我是为爱发电。Hello，古腮帮子还真有那么点可爱，不，古腮帮子不可爱是吧？懂了，那我以后一直鼓着腮帮子说话。然后我瘦了，真的吗？太好了，我给大家说，我现在的主食是什么？有一个青岛的凉粉，然后它没有
配料表，我现在这没有，我没法给大家看。我刚找到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我还会。它没有卡路里，没有热量，没有脂肪，然后没有蛋白，没有蛋白质啊，怎么说？反正就是配料表上什么都是零，所有的都是零，钠后面都是零。对，石花菜凉粉就是那个东西，好聪明！谢谢 JY 回首故居的秋天的奶茶，好久不见，晚上好哦。空有不二进来了，是这样的，不二，不好意思，我给你写的明信片，因为我当时在机场，然后很困，那好像是凌晨我在等飞机的时候写的，然后它越写越飘，你看这个字就很不好看，所以一会儿我要重新给你写一个。这房间阴间灯光来回切换，左右横跳，难顶啊！不是我的哦，你们看那个能看得很清楚吗？那个灯光，你们要是不说我都没有注意。为什么你会注意到灯光，你注意不到我？可不可以只看着我，这位朋友？给我整生气了，可不可以只看着我？吓跑了，不卡。嗯，谢谢小柯基的巧克力。对啊，这是我的关注点啊，只有我一卡一卡的嘛，但真的不卡耶，应该真的不卡。青岛开海了，下次来青岛巡演请你吃海鲜。好哦，下虚空，这个音乐大家能听到吗？但啥也看不清，看不清就对了，不能让你看清，因为上面有好多很稀里糊涂的字。对，小五，人老珠黄，哪有灯管吸引人。嗯，好，我是人珠，你们是老黄。石菜花就是寒天啊，这是他的那个医学名吗？还是上次巡演没看够？那快给我们投票，给我们投票，然后给我们投多多的票，我们就可以又去巡演了。这明信片会发吗？发不了，只能拍照片给大家看。嗯，我觉得马上就要被拉黑了。石花菜不是海鲜啊，让我先把其他的四张写好的收起来，然后就开始写。我寻思，哎，人美珠白，巡演这玩意儿跟投票关系不大。是的，看来你们肯定知道巡演跟什么关系大了，是吧？那我就不说了，你们懂就行。就是说发口袋，嗯，对，要发口袋，是的，是之前的总选奖励的明信片呀。那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有谁的，英雄或浩哥，你们看是不是镜面的？我找个镜子给你们照一下，可能就正了。等一下啊！哎，我好聪明！看，第一位朋友，英雄或浩哥，嗯。然后，你用主镜头先拍啊，然后就是，嗯。小爱与星辰，嗯，但芝麻不直接切不镜面的直播，因为这个其实固定好了，拿下来很麻烦。对，然后是可可牛奶，爱动脑筋的小桃。知道了，没事。夫妇 Frankie，嗯，多喝水，喝热水。是在学习啊，我正在展示我的学习资料。对，我正在展示我的复习资料。这个日记，哼，哎，我的考研资料，对。柯基，写完这些我今年，哎，写完这些我就考上研了是吧？考研对于我们来说算什么？考研对于四八人来说是算进圈吗？写完这些我明天就进圈了是吗？开玩笑的不要当真啊。然后是月正安哥，哎，我真的考上差大了，写完这些我就可以考上差大，对的。玉雪，
明天上班先下了，小小同学晚安，好，晚安，早点休息。阿泰，这个镜子是会发光吗？它应该会，但它现在不会。老包包，按投票来的吗？那我就可以不用期待了。这个是之前说的打卡任务，就是连续七天每天打九票，打卡九票然后就会有的。这首歌大家不喜欢吗？我很喜欢，哎，我超喜欢这首，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填词的。懂了，不好意思，先走一步。为什么没有撕？你是不是瞧不起撕？什么时候发房间呀？等我全写完发，因为我觉得一次发一张，一次发一张会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就可能点开想着啊是发了给谁，但是我看一眼，哎，没有我，就会很难过。嗯，老包包和书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啊，不会吧，不会，不会是吧？我来放一首一般情况下我们直播的歌。然后想想给人家写什么。首先呢，我会先在这个本子上打好草稿。对的，放这个想睡觉。哎，你们要求真多，你们要求真多，这是在学习。哎，你想睡觉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听学就要睡觉呢？超话打卡66天，为什么超话能打卡，但是在我这里打不了卡？就是你们一定要在我看不见的群里磕 CP， 一定要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说不是看不见，一定要在我不是在，反正就不是在我跟前打卡，就是在不是我的地方特别爱我，在我跟前一个个。都很傲娇吗？大家真的都很傲娇，好吧，那我就这样子吧，给大家上个我们6周年的歌单，好吧。嗯，哎，这个灯光配这个是不是很合适？就是这灯光和现在这个歌。投完了木的打卡，所以不是因为没有心思或者说不想打开口袋看我，所以没打卡上。 OK， 中秋的 Unit 选好了吗？还没有，另外一首还没选好。小五真好骗。 City Lights 有听过，有听过，就是他那一首的主打嘛。其实我比起 City Lights， 我哎，这个人肯定没有看我的日记，我日记里面说了，比起 City Lights 那种克鲁的，我更喜欢蓝调，比起那种蓝调我更喜欢那个他自己填的梦与旅人。这个人肯定没看我的日记。 Don't touch 啊，这首歌是 But don't touch my body， 我没时间看完。嗯，好吧，看在你这么忙的份上就不原谅你了。看在你这么忙的份上，我现在就把你踢出直播间，让你去看日记，帮你节省时间，怎么样？记得看留言哦。好的，不谢我，你自己退出，你还得跟我发弹幕告别好久，然后你还很累，因为你觉得你要离开。对，你会很难过，你还得克服自己心里的情绪。没关系，我帮你下手，只要点一下立刻无痛的离开这个直播间，我们是专业的。我叫小程，帮我写心得重点。原来我的饭头都在干这个用处，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嗓子哑了，喝点水吧，嗓子这两天就一直是哑的。多喝热水。好，爱上谁，哎呦嗓子好像。
9月中旬去看嗓子。嗯，大科学家走了，飞船就没人搞研发了。他在你们也不搞研发，你们清醒点，他在你们只会磕 CP。 嗯，没事，不怕水没了，我有水壶，而且今天小五不只有水壶。小五还有一箱水。哎，别，今天你们绝对挑不出我任何毛病，因为我有润喉糖，我还有西瓜霜。不是怡宝不满意，因为怡宝的话会让你们误会我和林佳怡的关系，所以就不喝怡宝。该睡了你，可是你没有维他命 C。 有啊，维生素 C 泡粉片。朋友们，今天的武韩是无敌的。吃什么？你想吃坚果，我可以喂你。谢谢牛奶小布丁的荧光棒，泡腾片建议韩服。真的吗？为什么不建议国服？你是不是看不起国服？我们国服选手很厉害的，我弟弟吴博然打国服超厉害，韩服不在话下。感觉这个房间看着比较得劲儿。是啊，收拾了一下。怎么了？多少有些离谱了。牛奶小布丁，谢谢牛奶小布丁的荧光棒。好棒，是好棒的意思吗？什么顶不住？好棒棒啊，好，不错不错，好棒。哎，为什么牛奶小布丁发了个好棒，然后大科学家发了个不好好哥不好好关，你搁这打总决赛呢？总决赛打不上，这个青训营，这只是青训营啊！我搁这青训呢。我还好乖，哇哦，好甜。所以不行，我发现了，我算是发现了。这个气氛我就没法学习，我算是发现了，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不学习了，来吧，我们玩吧。我现在就把公告改了，不然一会儿别人进来质问我，我说不出话来。学习一分钟，下课了。最近 YYF 出镜率好高，成为漂亮素做图了，我很喜欢哦。谢谢空谷不二的荧光棒。你要换什么衣服？我要换适合午夜场的衣服啊。没有墨镜不算午夜场，我有。公告没变吗？哦，对不起，现在变了。谢谢空谷不二和大科学家的荧光棒。知道，同样一块布在不同的人上穿，有的人是肚兜，有的人是旗袍。
戴眼镜真的不适合你。不，这个戴眼镜就是我平时戴的，主要是戴上之后眼睛会变小，你知道吧？其实我眼睛有这么大，但是我不戴，我现在看不清你们在讲什么。谢谢格兰芬多的关羽的五个巧克力，想看哪吒套装，哪里有哪吒？我现在没有哪吒。这个适合吗？这个是给呆呆的。啥修像？什么？没了我也要崛起？是的，我没有啊，朋友们，这是个镜框，这是个镜框，真的，我可以自戳双目给你们证明一下。这个镜框看懂了吗？跟前卖，朋友太商业了，卖到我跟前来的我不吃的。如果你真的想让我磕你们的 CP， 你应该看出来你的熬夜成果了。真过分，真过分，真的很过分，你们就是。成果呀，我在遮住我熬夜的成果呀。他说看到我熬夜的成果，那不是说这里吗？那我怎么遮一下？对不起朋友们，实在没得遮了。小五什么时候忙你自己的事儿？下播了吧？我发现了，就是好不容易开一回直播。好不容易开一会直播，然后你们好像不是很满意我自己低头学习的样子，因为你们每发一条弹幕都是在勾引我，勾引我看你们，很过分。弹幕在干什么？弹幕在干什么？那不发了，忙去，我们要自己聊。什么东西？你们好善变啊！我体会到你们要自己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许离开。什么你好学习走了什么呀？不是，我已经意识到你们根本不需要我，因为有些人在我房间里，就是自从某个人出现，弹幕上开始各种各样的声音之后，然后我就必须得跳着了，跳着弹幕回了，因为不跳的话，有些话明显不是说给我的。什么叉叉叉贴贴，叉叉叉亲亲，叉叉叉你怎么不回我消息？明明就不是说给我的。对，然后我跳着回就算了，还 A 到我跟前来，然后现在我说因为你们发弹幕所以我不学习，我是在夸你们弹幕发的多。哎，结果这些刚刚嚷嚷谁谁谁贴贴的人，然后又开始跟我说，啊，你去学习吧，别多想。就是说给你的，说给我什么？你对我说带科学家 TTA 有什么用吗？小五为我做主，小程不跟我不想做主。你知道什么叫心如死灰吗？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韩寒姐姐真的说给你的？那可不是吧，这里找不到第二个 ID 是韩寒的人了。程玉是想你的。可是程玉，你为什么之前经常早安和晚安说的时候，你会说替秋白也要一个晚安？他不来看我就算了，你还要提醒我他没来看我这件事情。
没有，你别那什么，哦，但是真的，你别，我开玩笑的，就是说提醒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很搞笑。每次我还没意识到秋白今天没来，然后一看到成语说的，啊，秋白没来啊，看到了冠宇波波。喝了一杯很无语的奶茶，我去 emo 一会儿。我开了一个很无语的直播，我都没有去 emo 一会儿，你就喝了一杯无语的奶茶而已，你为什么要去 emo？ 你失去的只是一杯奶茶，而且是一杯难喝的奶茶。我失去的可是我全部的小零件啊！只有我还在磕鼠包，你比我更惨，你是时代的遗老。小零件们才是真爱，小五果然是附带的。妹妹失去的是出道位，她失去的是一杯奶茶。谢谢搞科技的奶茶。那是秋白在学习，我在替他。小五要相信啊，你为什么会知道他在学习？我不开直播，你就不知道我在学习。但是秋白又没法给你开直播说他在学习，所以只有一个事情可以证明，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打视频电话。我绿码都没人跟我嘴一个，我榜一都是绿的，都没人跟我嘴一个。谢谢牛奶小布丁的玫瑰花，不敢了吧，嘴一个，偏不我不嘴，为什么要嘴我？离我远点，保持距离。你室友马上飞奔过来了，我室友不在这里。谢谢不想补课的玫瑰花，谢谢甜心小城的玫瑰花，谢谢大家。谁要和你嘴一个？女犯她不甜吗？说的好像有女犯跟你嘴一样，有吗？有吗？我不相信，哪里有女犯，你把她拉出来。谢谢成语的荧光棒，谢谢大科学家的荧光棒。建议主播珍惜自己直播间，我老珍惜了。这样子吧，你们嘴你们的，我跟农夫山泉嘴一个啊，不能露出商标。嘴完了，他好像有点蛋烦。什么蛋烦？你的漂亮小零件已经在跟我嘴了。是谁呀？是既来不吃辣吗？我是绿马包子。哼，好可惜，我不是。身边女伴也没断过呀。我身边的女犯也没断过，我直播间里的女犯也没断过，我没有马宝子。好，没有马这是最高的境界，无马胜有马。家务是女犯多还是男犯多？我是吃饭多。小五晚上好，晚上好呀。小林姐是没有性别的，对的，只有在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才会选择自己合适的性别，太好了。我老婆喜欢听你午夜电台啊，那我好久没看了，姐姐一定很想我吧。可不可以麻烦你跟姐姐说，就说我不是有意的，就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有顾上去找姐姐。如果姐姐是绿马的话，啊，随时欢迎。随时欢迎听我的电台，我说，随时欢迎听我的，你们想什么呢？你们在打什么问号？如果你是绿马，随时欢迎听我电台；如果不是绿马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什么但凡不是一团圆，你们都是害怕去的 BOSS 组。是绿马能嘴一个吗？可以，我可以委派我的农夫山泉跟你嘴一个啊，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这里有一沓子这个各种各样的。谢谢白胡子老爹挑地帅的玫瑰花，我这里有一沓子这个明信片，你说你想嘴谁，你看上我哪个饭了，我把他的明信片挨着拿到你跟前嘴一个就完事儿，行吗？
谢谢鞋弟八幺幺的奶茶，小五我蓝马，马都是应援色，嘴一个嘴一个。你为什么是蓝马？你是 S 喵吗？你是 S 喵吗？你是 S 喵吧？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想瞒过我？做梦！谢谢 WWWU 送的秋天的奶茶，绿码都是插满。你们要嘴小橙的卡？哎，你们说要嘴小橙的卡就有意思了，因为没想到吧，小橙没卡，没有小橙，随机抽一张吧，俺不跳，那你可以自己嘴自己，水仙。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吗？你的卡还有三秒钟到达镜头，三、二、一，好，恭喜水仙成功。求眼镜链接，这个链接吗？这个是我在实体店配的耶。很好看，是吗？实体店配的，好像是一个比较日式的框子，我不是很懂这方面，对。你怎么自己亲自己还吐呢？那你每天咽口水是算什么？朋友，什么叫水仙？水仙很正常。你每天给自己咽口水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跟自己，好恶心啊！我说不下去了，好恶心啊！我真的说不下去了，我不该挑起这个话题。期待梁老板给你的非二十元化妆品到了，我要拆个箱子吗？谢谢小柯基的奶茶，你也去吐吧，一起。我去吐了，拜拜。好，吐完了，我要拿这个应援起擦一擦嘴。谢谢灰叔的二十个荧光棒。的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可能记错了，但是刚刚这点里面没有，但我们已经都写过了。大科学家好像也没有完成这个打卡任务。哎，真没有，哎，真没有，哇！大概要99票打卡，但是没有9票打卡。但是有从上往下排的其他的，这个是9票打卡的朋友有的，严谨。我来找一下大科学家，在这里。回家不哭，你在这里。能看到吗？中国台湾大科学家，能看到吗？是吧？可能是镜面的，不太方便看，大家理解一下。谢谢16289531M7XOA 的十个应援棒。你们在看什么？你们也有。有啊，大家都有，这上面有好多好多好多人。这是我的应援旗，然后我把这个夏天跟我一起过夏天的人的 ID 都写上去了。我把跟我一起过夏天的人的 ID 都写在旗子上了，不过还没写完，所以我说前两天一直在
写，一直在熬夜，还没写完。因为这个在这个旗子上写真的很困难。我一开始尝试用钢笔，发现钢笔会跑水，然后再后来尝试用这种笔，发现这种笔比钢笔还跑水，但真的很好用。然后最后我就只能换普通的油性笔，但是油性笔写的话，它又很容易字很模糊。对，我要换 ID 了啊！绝对没有我，因为我没投票。那你买饺子吃了吗？那你买饺子吃了有你？你买饺子吃了吗？你没买饺子吃的话，你买橘子吃了吗？谢谢锅包肉蘸好吃的送的巧克力，当然都没有。你好理直气壮，不过我很喜欢你的自信。我希望我的 ID 不会奇奇怪怪，应该不会。哎，这个棋我真的很想升它一下，因为它有这边的杆嘛。等什么时候我来个升旗仪式。我来了，我看不见这个 ID 是什么。这位朋友，我看不见你 ID 是什么？刚应酬结束，你喝酒了吗？喝酒了吗？这位朋友，喝酒的话还是要去喝点茶解解酒。我爸每次就是应酬结束，然后完了到家，哇！我跟你们说，我爸做过一件什么事儿？有些男同志啊，喝起酒来真的让人震惊。他有一天晚上喝完酒，然后去卫生间吐，吐完他就去睡了。然后第二天早晨，他早起，他好像去办公室处理个什么事儿。他早上起来，然后去卫生间洗漱，然后他发现洗手池旁边放两块豆腐。然后他就上班去了，然后中午回来，他问我妈说：“你这个豆腐怎么不在厨房洗，怎么跑到洗手间去洗了？”我妈说：“那你昨天吐出来的两块完整的豆腐。”我知道的时候，我人都傻掉了。他肯定不在看直播，他肯定不在。我真的无语，某些男同志，你们喝酒的时候注意点，完完整整。真的，就是你们喝酒的时候，真的都注意点，好不好？吃东西我们就不要那么着急，真的很离谱。就是那种麻婆豆腐里面完整的豆腐块，但是肯定不是麻婆豆腐，估计是那种豆腐干儿之类的，就是比较坚硬，得咬一咬那种有韧性的豆腐。对，注意身体。啊！我要给大家展示我今天熬的粥，我给大家展示我今天熬的粥。别跑啊！今天不是。烛火有余情故纵，你的眼神正在注视着我要什么？你为啥戴上刚刚那奇怪的首饰？什么首饰？能喝吗？能喝，相当能喝，好大一头盔，没错。我一般情况下喜欢骑着这个头盔在差高的校园里行走，因为作为校报主编，总是有很多人觊觎我们的恋爱版面，外联部觊觎我们的恋爱版面，想把我们的恋爱版面拿过去，然后用来给外面的商家打广告，然后又总有一些人觉得我是在散布谣言，但是我发誓那些谣言，首先他们根本不是谣言，第二，就算是谣言，搞不好哪天就成真了呢，第三，我们校报的恋爱板块很神奇，因为凡是写上去的谣言都会成真，所以有些人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再来揍我，真的。那给加一先试试毒，这不合适吧？环球影城票价出了可能偶遇五嘛，不太可能。五最近没时间，但如果五五去北京他们生日公演的时候，可能就有时间。嚣张主编不是很嚣张，我如果真的嚣张，我连头盔都不戴。但是我不敢，我也没跟他们说过我是主编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透露出去了。谢谢五不寒今天熬夜了吗的荧光棒。你刚说你骑头盔来着，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骑头盔？我没说过这话，好奇怪呀！怎么总是有人疑诉我？叫什么？哎，不知道什么诉了。我真说了，我真说了吗？
不敢相信。朋友们，你看，武汉出门都是采风火轮的，还有人不知道吗？可能真的有人不知道吧。这里有一锅粥，相当丰富。是这样子的，我突发奇想，走2万步，妈呀！我突发奇想，今天的粥里面有如下东西，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一一介绍。第一，枣。第二，等我捞一下啊，在这里。第二，桂圆果干。你们绝对想不到，这次我不止放了那种东西，我放了完全从生殖上就隔离的东西，我把强行生殖隔离的东西都放到了粥里面。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武国还做不到的事情了。第三，腰果。第四，你们绝对想不到我放了什么进去，没错，一块完整的鸡胸肉。因为我想起来可以做皮蛋瘦肉粥啊，为什么大科学家要吐我？撤回，撤回，这能补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对，这是全真制的蔬菜汁，进阶版。这就是皮蛋瘦肉粥的，这是咸甜兼有，因为这个鸡胸肉我放进去之后才发现它好像自带奥尔良味的。它是奥尔良味腌制的鸡胸肉，然后现在里面又放了很多蓝莓，然后放了桂圆果干和枣之后，它又有甜味儿，所以加上就很奇怪。你们干什么呀？我做饭就那么难吃吗？不想看弹幕了，不想看弹幕了，我要把眼睛摘了。不好意思，你们听说过吗？我有一颗玻璃心。弹幕，我在看弹幕，我是小狗。我没看你们哦，我在看镜头，我没看弹幕。我只想看看我自己好不好看。没有看你们，我在照镜子。还行，口红没有吃掉。这个镜头苍了，我要擦一下镜头。谢谢牛奶小布丁的玫瑰。为什么送礼物？为什么这个时候送礼物引诱我？谢谢小科技的巧克力，送礼物真的是刻在 DNA 里面的，我真的是荣，服了，我没有想到，都故意的吧？谢谢小绿灯牌的荧光棒，我看到礼物就会想谢啊，这是职业素养。谢谢鞋底的玫瑰花，谢谢王大眼的荧光棒，谢谢困兽包的巧克力，谢谢01123大哥家的玫瑰花。你们这过分，拿这个事情来，
谢谢小科技的巧克力，我放了好多，我放了糙米，放了玉米榛子，然后还放了那个燕麦，还放了那个水果燕麦。可爱什么可爱？我是狗，好吧，我是狗。谢谢阿泰的玫瑰花，谢谢藏红说南哥的巧克力，我是狗。哼，汪汪汪，行了吗？气死我了。谢谢甜甜小客厅的玫瑰花，下次给你食谱好好煮可以吗？我再好好煮。我跟你说，如果好吃的话算我的，不好吃算我的电饭煲的，肯定是我的电饭煲有问题。与其给我粥，不如给我个电饭煲。我觉得只要有个好电饭煲，什么都可以。谢谢小五的螺丝钉的荧光棒。刚刚有人预言你会忘，谁预言的？谁预言的？下次你 cos 小狗狗吧。哎，朋友们，你们看到过我那什么吗？我在中心门口，就是我们跟张冉出去吃饭那天，送他走出去吃饭的那天，然后在中心门口一个狗，我跟狗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在说，你是狗，所以你不能进来，但我是有身份的狗，所以我可以，你打咩？我，OK，忘记了，怎么会这么像？我有身份啊，没必要，你不是狗，我不是狗，但是我当时在跟他用狗语交流嘛，对吧？然后我真把他唬住了，让他出去了，他真的就出去了，因为小鱼怕狗，所以要把他哄出去，然后就真的把他哄出去了。我决定提议这边出正常食谱好了。我食谱很正常，我就是抓到什么放什么，这就是最正常的嘛。专业狗语八级，那是。我不只会狗叫呢，朋友们。比如说，我还可以，你们听过狗和猫吵架吗？狗吵架，狗和猫吵架就是。除非你把猫粮让给我吃，然后猫就会说，你想得美，思维合化了。隔壁会不会觉得你把那里猫狗成精？可能，我引诱过。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出道之前嘛。我出道之前，我 vlog 里面有，那是哪个前辈的猫，我至今都不知道。就是过年的时候，猫都在中心。然后有一天我从外滩回来，然后发现我的床上多了一只猫，它就在我房间里乱窜，后来窜到床下去不肯出来，然后我就用猫叫把它给引诱了回来。不知道是谁的猫，我至今都不知道。因为后来助理姐姐过来把它带走了。这个粥真的绝了，我跟你们说。对啊，我猫过敏，所以我 vlog 里面后来有个镜头，你们可以去看，就是我对着镜子照镜子，我眼睛是肿的，然后我说过敏了，但是我把那句音消掉了，我觉得这矫情。但是当时没镜头，但是镜头已经放进去了，对，因为别的镜头合适填了，然后我就把音消掉了。是不干净的猫毛过敏，干净的猫毛就没关系。很干净的，刚洗过澡的猫毛就没关系，不干净的就不太行。对，尘螨过敏。猫，你礼貌吗？猫不懂，人的悲喜猫不懂，猫的悲喜我也不懂。那狗呢？狗我不过敏啊，狗我不过敏。但我觉得如果我是尘螨过敏的话，不干净的狗我也会过敏的。所以，你们干净吗？
你们干净吗？你们干净吗？谢谢你扔小布丁的荧光棒，感觉你很适合无毛猫。什么？我适合无毛猫？为什么骂我？我毛还不够多吗？谢谢你扔小布丁的荧光棒，干净。是吧？我也觉得我毛多的，你的眼神真是，我眼神真的不行，朋友们，我眼神真不行。但我眼神不行，妨碍你喜欢我吗？不妨碍啊。脑补了康熙在乾清宫，你们就那么干净？好脑补。哎，我没想到会问公鸡哦。枣核，下次应该买无核枣的，不然一不小心咬到的话牙会痛。眼睛几百度啊，眼睛，我算算，至今为止，老身已经活了80有9，一年长个500度，五八同城。开玩笑的，直播时候正常距离镜头一般多远呀？就这么远，我是不是在白说？我说了句废话，就这么远，就我一个胳膊这么远，不是活了3000年吗？你脸上镶了个哈勃望远镜吗？你们说话真损，真损！你们一个个的啊，你们有没有别的人说过你们说话损？谢谢人家小布丁的荧光棒，真损，不愧是我的粉丝。谢谢人家小布丁的玫瑰花，谢谢人家小布丁的荧光棒，没关系，太损了。就是你们好像分工明确，有一些些人吧，有一些些那个个人就专门损我，有一些那个个人，然后就专门在这些人损完我之后。然后送玫瑰花，然后送荧光棒，让我开心。还有一些些人，又损我，然后完了又自己送荧光棒、玫瑰花，然后看起来就好像小孩子可皮了，就戳一下，然后对不起，戳一下，然后对不起，就很奇怪。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只看不出声，都是有的。谢谢 JY 回首故曲的秋天的奶茶，谢谢谁说这样不伟大了的荧光棒，你嫌弃我们是吧？我没说啊，我说你们分工明确，你们天生一对，你们就是反复横跳，你们就是版本。我真的门儿清，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荧光棒，谢谢，哄人很累的，对呀，所以我基本不需要你们哄我，你看看你们什么时候哄过我？不，我什么时候有特别需要你们哄我吗？没有，我自己都觉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反正你打不到我，哎，就是玩儿，嗯，好，每时每刻。啊？你呜？什么东西啊？哎，我经常需要你们哄我吗？难道我感觉你不好哄？对啊，因为我一般不会需要人哄我。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到需要人哄的时候就很不好哄，没错，是这个样子的。你难道不要吗？我要哄吗？我觉得我用不着，我觉得我很不用哄哎，我觉得我你要的哦，我真的要吗？把正常的呜呜端上来，什么东西？我已经不做呜呜怪很多年了，你看我现在在房间里面发话，我还会发呜呜吗？我已经不发呜呜很多年了。翻牌会胡说，胡说 你公告是啥？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下半句。谢谢人家小布丁的玫瑰花和荧光棒 谢谢。但是我真的不会呜呜呜。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在我直播的时候提那么老梗啊？我不含的粉丝就记不住新梗是吧？我真的，
你们记不住心梗，就会让我很心梗，知道吗？什么累觉不爱，什么东西，无语了，怎么会这样？建议武汉看公告，公告怎么了？没了，我也要绝情。是顺手的，那是顺手的，而且我本来是想打三个 W，意思是，就意思是嘴巴，是 Nico 嘴，哎呀，我做不出来，也算了，我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好累啊，妈妈，这个世界好累，当偶像好累，不当偶像好累，当巫怪好累，不当巫怪也好累，毁灭吧，好吗？毁灭吧。不不不，W 不是呜呜的意思，那个是，的意思，呜是我不改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公告是不会改的，只能你们自己去忘掉这个样子。你们如果忘不掉，我就把你们踢出去。改公告很难，但是踢你们很简单。怎么样，自己抉择吧。出现了，每当我说这些的时候，就会有变态喊踢我踢我，姐姐踢我。你们怎么回事？你们可不可以反省一下？这是该说这种话的时候吗？可不可以读读气氛？可不可以读读气氛啊，朋友们，这是该说这种话的时候吗？踢一个很容易，踢200个就很难。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难吗？因为我这个直播间现在看我的总共也没有200个人，所以踢200个很难。我踢200个很简单，但是200个人给我踢很难。那应该说什么？说不要吗？后面的光是不是一直在变？被踢出去就可以喊特殊对应，太甜了。你们好可怕！我谁都不想踢，我就想安安静静喝个粥。我皱眉是因为啥时候忙你自己的事儿呀？现在是9:46是吧？10点钟我开始忙自己的事儿吧。多米诺骨踢是什么？但这个太亮了。有朋友在吗？有朋友在吗？可以帮我截个图吗？谢谢。我腾不出手去截图，谢谢。哦，不要把公告截进来，谢谢。这个光好飒，是吗？好看，自拍懂，懂了，但不太想懂。不太想懂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天天发自拍，你们肯定就看腻了。太快了，没接上，那没办法了，没的东西总是转瞬即逝的。给你发超话可以呀。你真的吗？真的吗？那太好了。
已经很久没看到小五更新图库了。今天刚刚装修了屋子，然后把那个黑色的布在那边挂起来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好好的搞这些了。我觉得我过去一个月里面把自己活得像是大学 deadline，就 deadline 的时候过去要赶很多的剪很多的东西，过去一个月就是那样子，不停的拍，不停的剪，不停的拍，不停的剪。明明我的大学同学才刚刚开学，然后我已经感觉在期末周了。拍一堆发一个星期啊，好会耶！谢谢上善若草的荧光棒，谢谢。我给你们看，我刚收到了冉老板的东西。是的，开箱，包的好严实哦，冉老板给我寄过来的，不是寄过来的，就是买给我的。冉老板对我真好，这会儿就应该有一个抖音的那个什么，我这个头发怎么老是进眼睛里？有一个抖音的配音，冉老板是我哥嘛，当然照顾我，你说是不是啊，冉老板？就是那个亲哥是我哥嘛，他总是担心我，所以总是过来看看我，你说是不是啊，亲哥？很奇怪，冉老板是对我很好。哇，眼影盘，我有新的眼影盘了，晚上好呀。我有新的眼影盘了，这个眼影盘比我之前用的都高级好多，怎么感觉？我很担心我不会开。这个肯定不是20块钱的，因为我跟冉老板一起在重庆，然后看妆教视频的时候，人家博主就在用。哇，还有一层！哇，你们看这个眼影盘，它有一层镜子，它有一层纸一样的镜子，对，好厉害，原来这就是高端的眼影盘，好高级，它的镜子都是透明的，朋友们，哇塞，谢谢冉老板，就这个，对，好高级，妈呀，这个色系太好看了。就是虽然是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审美的我，但也能看出来是好看的，就这种程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眼影盘，对比一下惨烈。我的眼影盘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我的眼影盘呢？我的盘不见了，在这里。我的眼影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着也很高级。你害怕打雷吗？我没做亏心事，不害怕打雷。你看，对不起，虽然可能让你们惹到了，但是，哎，套娃了耶！然后这个里面就飞粉了，飞粉飞得很严重。下次大王让你去用浪彩，我们好像已经用了呀。你上完大学了，我以为你是高中生。是啊，我上完了，还有谁不知道我是大学生？我还没有上完，我还没有上完，还在上，今年是大四，我还在上。现在还在用吗？在啊，我出道以来所有的妆都是用这个眼影盘完成的，所有。然后这个是同学送的，但是基本上没用过，因为有些颜色其实不太方便用，而且都是带亮片的。我以为你也就高三，大胆点，我才初三。然后这个。20块钱，也是，但是基本上没用过。这个基本上没用过，这个用的比较多。我对一个老的东西很有情感，没用完想多用用。这个反而没用过，但这个也是20块钱的，就是淘宝买的，像水彩盒是吧？没错。然后反正就是有别的会化妆的前辈帮我看过之后，就说我这一盘里面的颜色全部都是那种铅很重的那种，上脸都会很脏，就没几个能用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作为 coser 的时候买的眼影盘，虽然没怎么用过，但是还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对，质量很糟糕，飞粉很严重。不要怀疑是眼影盘。有点好奇你毕业论文课题是什么方向？老师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毕业论文课题的方向呢，我是打算您跟我坐下来好好谈完之后，我们再来聊的。虽然您这两天一直在旁敲侧击的问我，这个方向和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的。如果没关系，我可以让它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您做我的指导老师，我怎么样都可以。这种别上脸的吧，我尽量。现在没用这种了，对。就是老师，如果是你换了个账号来我直播间问我的话，我就是这个回答，对，嗯，那买了就没意义了。这个是 cosplay 的时候会用，这是纯动盘，但是也很糟。你看这一盘的嘴唇，我跟你们讲啊，各位男性，我有男粉吗？我有男粉吗？晚上好，好久不见，我有男粉吗？各位？有的吧，我相信肯定有的。好，各位男粉举个手，你没有，都是妈妈。各位直男，我跟你们说，看到了吗？这里面所有的颜色都不要给你女朋友买，除了这个红色，除了这个红色，你可以结婚的时候买给她，别的所有颜色都不要给你女朋友买。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挑颜色好。你就截图下来，为什么？你买一次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买一次你女朋友给你的待遇就会像你的楼上一样，你看你楼上那个图标很亲切吧？这是纯动盘，不值可以看吗？也可以，但是，对，可能也，你跟你男朋友不会买这个吧？你们这个之间是这样子的吗？我不是很了解。这些颜色还是挺好看的，是的。但是主要是正常女孩子可能很少用，但是我其实会用这个颜色，然后我也会用这个颜色，然后上面某些颜色会混着用。但是像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是绝对不会用的。男的可以用吗？你用了，男的就可以用，你可以试试用。我从不给老婆买化妆品，这就是明智人。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是对的话，从一开始就不要做那件事情就好了。太聪明了。好看啊，多好看啊！怎么，你是不是想怂恿我，让我画出来试试看？和冉老板学的美妆是吗？是啊。直接他买我报销拉倒。哇，但那样子也会少一点。感觉播到几点？现在9:55，播到几点钟呢？我8:30开的，是不是？我播到几点钟呢？没想好，反正我想下就下吧。那朋友们，既然如此，你们想让我试哪个颜色？对，那样子会没有惊喜，我觉得。但是说句实话，如果你的报销能够达到一定境界的话，可能惊喜也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你老婆去买了个爱马仕，去买了个，我不是很了解，就是那句话，什么眼泪 Prada 的迪奥，反正就是买了一堆牌子，然后你。完全不用牌子可以报销的话，那这个时候有些惊喜感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吧？要不是冉老板的吧，冉老板给的这个，你现在挺好的是吗？我今天就搞了个眉毛，然后眼睛搞了一下，但是没有画眼影，嗯，然后上睫毛也没有搞，下睫毛搞了一下，鼻子搞了一下，嘴巴搞了一下，没了。要买他日常能带出去显摆的礼物才能打出交际圈，哇，好可怕，好会啊，太会了，太会了，你可以学一下打侧脸阴影，这边吗？这两边吗？好，弹幕突然不动了，问一下冉老板吧，冉老板给我推了好多。冉老板已经不是冉老板了，冉老板在我这里升级为冉爷了，因为他之前给我推了个知乎的故事，然后我说我没有会员，然后看一半看不了了，但是抓心挠腮，然后他直接给我打了个红包过来，他说拿去开会员，谢谢4511的荧光棒，谢谢吉来不吃辣的荧光棒，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荧光棒，嗯，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荧光棒，真的。但我没收啊，我没收，我因为开会员的钱我还是有的。那个故事很搞笑，我就去开会员了。这个有，不知道是什么。
帅，我跟你讲，冉老板是那种私底下很帅的那种女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反复复盘了一下，你们说你的总选助理没了，你有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就是做他的守护天使这个事儿，在重庆被他看出来了吗？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能把事情安排得非常井井有条的人，然后所以他当时火锅完了之后，他安排我立刻去他家旁边的那个地方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他那边就有好的商场，然后。就是正常情况下，你想象一下，你如果说你想去吃个猪肉脯，然后是不是，然后可能也就都 OK，但是冉老板会给你安排的非常井井有条，他就会说你直接过去那什么吧，就可以不用在这边了，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太聪明了，然后非常有主意，然后会把你的所有事情给你安排的非常 OK，所以我的守护反而很难按着来，对。我那天真的本来想给他一个幸运的感觉的，就是想让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幸运就好了。结果，我跟你们讲，我投诉一下，MINISO 的这个演技真的不行，演技不行。我让他们给我演一下，然后他们演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小声跟我吐槽了一句，他说：“我觉得我们这样太尴尬了。”用你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很尴尬吗？他什么都安排好了，我过来拿了两兜明明买好的东西出来，不尴尬吗？我不知道吗？气死我了！用你说，哇，这是什么？这是冉老板给我买的修容盘，啊，好像还买了两个，小天鹅，哦，不是修容盘，那个好像是。发际线粉，憨哥晚上好。然后我继续拆一下下一个包裹，这个是冉老板给我买的。为什么？就我去之前，我可能本来不会叫他冉老板，就是去了之后开始叫他冉老板了。你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照顾机理、舒适安全、考究东方颜色，哇，这个里面好精致，还有一个卡啊什么的，然后这个还是包起来的，可能是水乳吧。哇，这包也太精致了吧！对，这里面还送了两只刷子，也是这种包好的，好精致哦。然后是一个盘，长这样。之前的称谓是两位前辈吗？之前很难讲，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对家，我给他的备注是微草王大眼儿。他是我的对家，然后我有时候就很难称呼，叫冉小卫不合适，对吧？然后会叫冉卫前辈，实在不行的话就会开口叫冉卫前辈，但更多时候就倾向于，对啊，他是我对家，他喜欢微草的王杰希，我喜欢蓝宇的黄少天，这不是对家是什么？虽然是有 CP 在的，但是我不磕这一对。我之前 MC 就分享过，你知道我为什么暴露了吗？因为他说我从第一次给他做事，他就知道是我，因为快递名是王杰希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他的快递名是他喜欢那个人物，只有我这个对家注意到这点，所以我第一次把那个快递就守护天使第一天我把那快递拿上去的时候，虽然我还拿了富贵的快递作为掩护，但是他一看就知道是我了。竟然是因为这种事情被对家注意到，
你在小玉房，你说他有快递，我也怀疑一下。对，我当时就是说完他有快递，然后我立刻反应过来，我去快递站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要加点糖？我不要了。小晚安啦，好，晚安。盐巴都不要了吧？我就是为了今天就吃这个粥，细节暴露，真的是细节暴露。守护这件事情还是要更用心一点才可以。让我沉思一下，朋友们，你们快乐吗？晚上好呀，你们快乐吗？你们快乐吗，各位朋友？很快乐，是真的从心底感觉到快乐吗？看着我的眼睛，你真的感觉到很快乐吗？你确定此刻的你是非常开心且愉悦的吗？你有没有想过，快乐可能只是你的保护色？为什么看我的眼睛会想哭啊，朋友们？我又没戴美瞳，这个里面没有什么高光亮点的。其实我还不是很喜欢戴美瞳哎，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上台都是能不戴美瞳就不戴的，因为我老觉得戴美瞳的话，真实的情绪会被美瞳遮住，然后就不能特别好的传达出来。后来发现，也没几个人会跟我对视，也没几个人会跟我对视，也没几个人会注意到看我眼睛里的情绪，就更没有摄像机会关注到我眼睛里的情绪了。然后就，算了吧。有什么不开心的？说让大家开心呀、啊！有你的补光灯圈圈，你的眼睛很美，不需要美瞳去装饰，好甜，大家好甜哦。好吧，其实是这样子的。刚才看着你，然后再看到了你眼里的我，还真的可以吗？晚上好，说的我又想试试了。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很难过的事情？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吧。小五现在在吃润喉糖。没有啊，你们也过得很开心，太好了。但我有心吊你们的胃口，怎么办？谢谢牛奶小布丁的荧光棒，马上开学，我好开心，是因为能见到喜欢的人吗？今天开心的事情是有3节自习课，那是不少。比如说，我现在还在公司加班，但是你加班的时候赚到了钱，都会变成你将来跟你喜欢的人在烛光晚餐下面吃的每一只鸡腿。等下回家了，不错，今天买到了喜欢喝的牛奶，那很不错。我没有很不开心，我只是觉得我。约好了，下次给猫猫梳毛很快乐。好，谢谢欧气爆棚的橙子和99个荧光棒。怎么了？你不开心吗？烛光晚餐，哦，对，但是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楼下食堂有鸡腿，但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所以突然说了一下。怎么了？橙子是不开心吗？怎么突然送这么多荧光棒？干什么呀？
我有看到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讲出来哦。今天学会数学了，哈哈，算吗？不算，因为这是你痛苦人生的开始。数学我宁愿从一开始就没有读懂过。就盯着看你的问话，就感觉自己好像心里确实好多事啊。看着我，你心里什么事儿也没有，你就是这个天底下最开心快乐的人，有好多人爱你，你有好多好多好多可以期待的事情，而且这些期待都会发生，我向你保证。好吧，怎么样？现在有效吗？谢谢快乐小零件的玫瑰花。橙子说："因为要开学了，所以开心是吗？高考完在家里2个多月，我要哭了，终于要开学了。你这个时间没有拿去旅游之类的吗？"有人犯规，我没有 wink，wink 是这样。我刚是，这不叫 wink 啊。哦。严格来说，我这个叫眼皮抽抽。哦，疫情期间，想旅游到哪儿都不敢去。不过有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我心里超安全。但是我怕你不来。听了一天打靶归来，又到军训季了，哎，好棒！我好想跟你握手，我也想。把我去做题了，好。题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我唯一允许你盯着不停思考和琢磨的东西。你好会，我不会。如果你说我会，是你对我带有滤镜。我做什么都觉得会，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一个不喜欢我的人喜欢我。所以你说我会，只不过是因为你觉得我会，你会对我有感觉。谢谢不想补课的5个巧克力，慕名学习直播进来以后是这个样子的，你听我跟你解释。这个公告前半句叫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半句叫没了我也要崛起，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在这里学习的话，我的小零件可能这个月看我的次数就很少很少，但是我又不想，因为我前两天很忙，我又不想开一次直播让他们看着我的头皮。当然，绝对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有涂发际线粉，头皮可能会比较秃。总而言之，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打算下了播之后我再去学习。谢谢谁说这样不伟大呢的玫瑰花，不喜欢你我来这儿干嘛？不喜欢我来这儿喜欢我呀？有人不喜欢我吗？不喜欢我来这儿是为了让自己喜欢我吗？我不喜欢你，那你努努力，我可以等你。不过努力的时间有限。对，我爱你，哇，太会了，喜欢喜欢喜欢。今天被领导画了个年后大饼，有点土。放心说，相当土。但是你。只说有点，说明你心里是爱我的。对呀，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其实我也不是超人啦，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好多话想说。有的时候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月。我翻了一下，我前面2天真的很忙，然后经常就没有直播或者没有电台，想看看你们，没别的想法，你们说话就行了。说实话，你们就聊你们的，然后我看着也行，我挺开心的。我们也只想静静看着你。那我把眼镜摘了，好吧，眼镜实在是不好看。好了，你们看吧。你去那里拿个东西哦。
谢谢。谢谢一坨热热的屎的荧光棒。我只看着你也挺开心的，听我的声音就很开心了。对哦，我可以开始开启电台来了。啊，有个事要跟大家说，九月份我要出去报舞蹈班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事情终于忙得告一个段落了，差不多。等把差人说差发出去之后，我就出去报舞蹈班。终于可以，我真觉得再不去报个班学一学，好好系统的开始上课，我就要渴死了。还没到乌纱一身轻呢，还有头像什么的没有动。嗯，啥时候可以看到啊？还有素材没到我手里，然后等录完了到我手里的估计就很快了。嗯，会有练习室啊，会有练习室。我不是在靠笔做偶像，我也不是在靠嘴做偶像，对吧？我今天去跳舞，然后又给十六期的妹妹们录了我原来的十六号站位的位置，他们照着我的站位练。对呀，这周有公演。我还不算很可靠，我还不算很可靠啦。你们别现在夸我，可靠这个词是需要经过时间检验的。咱们才认识多久，你现在说可靠，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可靠。你们可以等一等，现在可以夸我，哇，小五真是漂亮的前辈，是吧？这种话可以说的，他们根本不会叫我前辈，但其实他们会叫我前辈，因为已经混得很熟了，因为已经混得很熟了，所以不会叫我前辈。我是真的打算他们出道了带他们去吃饭来着，因为我们这期出道是我们三个人，但他们就只有两个人了。然后你们不觉得这俩然后出去庆祝吃饭怎么看都有点烛光晚餐或者很荒凉？哎，反正就是，对，我说到时候反正一个是我室友嘛，然后我室友就是当初看到我出道第二场的公演，然后他本来都没签了，然后他后来又签了进来的，所以我说到时候也算是我把人家拐进来了，对不对？我和水水，当然水水出大力，我就是出了个小力，但是我得负责，然后我就得带人去吃饭。嗯，我的 Siri， 没错。现在只有两个了哟，你等着磕什么？磕 CB 可以，但是不准磕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就小姑娘小我负责了，她没有要，但是，嗯，我很想，我不是一直在负责吗？出道可以带她直播，我们送她礼物。好，谢谢春申君的十三个荧光棒。不然我不是一直在负责吗？不然我为什么想拿那个第一呀、啊？不然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新人预三啊？我不是一直在负责吗？这就是我们一起负责的结果和表现，不是我在负责哦，你们也在负责，你们负了一部分的责任，然后你们的这个预三，你们投出来的这个名次，对后面的人都是，对后面的新人，对新进来插队的后辈都能看到一个希望的存在，所以负责的不是我，是你们，你们很棒。谢谢真实的荧光棒，谢谢李连杰的荧光棒。本周是哪天公演啊？嗯，过了今天晚上十二点就是明天三号公演，对的，周五。小五负责别个，俺们只负责小五，谢谢。我就想着要生日公演了，对，但生日公演之前还要先把中秋搞定，我好开心。我没什么不开心的，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会不开心了，朋友们，我终于知道我前两天过得为什么不开心了。你发现没有，我前两天在房间里说话都少了，因为我很少直播和电台了，前两天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直播电台，每次到我忙完就已经晚上凌晨四五点钟了，然后我就很不开心，因为现在开电台的话我没多少又睡过去，然后你们又会说我怎么那么晚还不睡觉，但我又不想让你们知道，虽然你们我不说你们也知道。谢谢狗玉米11008六号乔泸州送的荧光棒，对呀，
所以我琢磨着，其实我不开心就是因为我连翻牌都是很久没看直播了，感觉一个世纪没见了，对吧？我连翻牌都是，我回重庆之前我一口气把翻牌全清完了，因为我想到回去之后会忙，我说回去之后这样每天清一点就可以，结果没有想到回去之后再回来这么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很多要搞的事情，要收集的东西，要捡的东西，然后我的翻牌现在又是九九加了，我清了个寂寞，快过期了，不会过期的，不会过期的，我十点半就下播去回翻牌。有些前辈固定只开20分，时间不再多，而且每天相伴，嗯，真好，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话很多的，而且我动不动就会喜欢自己说话，然后也不看你们，真的觉得你们会听，等我说完，可能30分钟都过了。修晚上好，晚上好呀。你可以说两句放电台睡觉嘛，但是我现在在跟别人一起睡，万一给别人造成困扰也不好。对，熬夜是真的不好，而且谢谢 ZZY 想买鞋的6个荧光棒，谢谢大家了。好，今晚祝大家都能睡个好觉，除了我，听到你的声音还蛮安心的，是吧？那我可要赶紧看好嗓子，不能让我的嗓子哑了。你翻牌性价比太高，没事都不敢给你发，怕增加你负担。想发就发，大不了我退回就是了。谢谢欧吉爆棚的橙子送的秋天的奶茶，小五小五漂亮漂亮，哇，好乖啊，叫你四弟是吗？你为什么要叫四弟啊？你也要好好睡觉，好的。你们不要这样，性价比太高，怕你回不过来，我已经好久没发了。这样子吧，这样子，你们想我回文字的那种很快的话，就发200的鸡腿的文字，因为我每天都会清200的语音，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清200的语音，嗯。然后这样子，我每天按照鸡腿顺序从上往下的时候，就会把200的都回了，尽量当天回你的文字，我尽量，我因为我真的很难做到，嗯，如果你想当天回的话，就200；如果你觉得可以等一等的话，就123就可以了，好吗？翻牌你真的好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前两天没翻牌，还有一个原因是。没太翻牌，还有一个原因是，哦，加急这个事情，有人跟我说过，就是有一个朋友，因为他给我，他第一次来找我发翻牌，他就来找我说，就是他来向我问那种就是他很困扰的问题，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花了很多的钱，我就很高的鸡腿数，结果。我那会儿就已经是第7天才能回到的状态了，然后前6天他都没收到我的回复，他就有点崩溃，他就撤回去了，他就想为什么，我说我故意跳他翻牌，但其实我不是，我真的是没回到，而且我也不会按鸡腿数量的多少去决定，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如果有人就是很着急想当时要我的回复，所以他花了很高的鸡腿数的话，但是我却没有该到这层意思的话，好像也不太好。所以你们如果想让我当下立刻回的话，可以适当提高一点，123之上。对，哎，其实也不一定就要200了，对，也不一定就要200，我只是因为想让它的数字跟那个什么取个整数，123之上的话，我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当然哦，是有急事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急事的情况下，我看你发了个124，然后就跟我说，小五，这个，我也想不到有什么事儿是不急的。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是不急的，因为你们发给我肯定是同样急嘛。对，我要是看到有人给我发124嘴一个，哼，我就巴掌就来了，我的巴掌就来了。真的是，你们还哈？那今天晚上开心吗？学废了马上去，建议不要学，建议别学，有些东西一辈子只能学一次。真过分！
一二四可以嘴一个，我让我妈妈来回分牌跟你们嘴一个，因为我妈，1月24是我妈的生日，我可以让我妈来回分牌跟你们嘴一个。一二五我也不嘴。谢谢三太和小鱼子的荧光棒，一起过生日真好。其实也没那么好，因为有我之后，我妈都不自己过生日了。后来有一年我摁着她，我说不行，就得买两个蛋糕，而且必须第二个蛋糕第二天订，要吃新鲜的，就得有人给你准备礼物，就得给你单开一桌席你做才行。然后我妈从那以后才开始自己过生日了。好像在过生日这件事情上有了我之后，他反而不是很看重那个日子一样，对吧？你俩可以晚上12点一起过呀，不要。我想让我妈自己单独过，对。10点24，还有6分钟，我下播去回翻牌。9月中我约了人陪我去看嗓子，9月中就是3号的公演结束之后，等到发了工资我就去。对不起，等到发了工资我就去。这个月飞了重庆，真的没钱了。尤其是你知道为什么没钱了？因为现在飞重庆很贵。现在飞重庆很贵，对，因为虹桥那边不是查出疫情了嘛，然后从浦东那边查出疫情了，虹桥飞就很贵。提现啊，提现了，放心，提现了，我很开心。如果没提现的话，我还不敢说我要去报舞蹈班呢。不过现在提现了，看起来舞蹈班就可以报了。对，现在飞重庆真的很贵。你看，天心小陈就说，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能贵3倍，对，我本来寻思说我去了重庆，然后我要订个那种带温泉的房子，我要带冉老板去泡澡，我要订一整天周密的计划。等到我开始订机票的时候，我把这些计划都删除了，最后我竟然没房子住，就是回了学校，回了重庆没法回学校了之后，没想到，没地方住，还是住在冉老板家里的。谢谢17要中签的荧光棒，谢谢。和姑姑前辈，对，我要去问姑姑前辈，舞蹈班打算报什么舞种啊？打算报 popping 和 hip hop。因为虽然跟我说从爵士舞跳的话会对团里的舞帮助快一点，见到大一点，但是从 hip hop 入手的话框架会打开一点。我想从 hip hop 入手，然后再学点别的，对，先把框架打开了吧。想和冉老板贴贴就直说。你为什么想看我跟冉老板贴贴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想跟冉老板贴贴啊？是不是你对冉老板抱有别的想法？哦，这个需要练力量吧？对，有人一起报班吗？我在拉人。那怎么可能？我不知道可不可能呢？想看你跟琪琪和水水贴贴，不是不能贴，哼，那也不是不行，不行，不行，有些事情是可以分享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分享的，那还是不行。谢谢甜心小陈的玫瑰花。之前忙外务，终于有时间正儿八经看直播了。哎，这句话我如果不留心的话，我会以为你是小偶像。你说你要忙外务，我给你们看小树送我的糖，他说问了老板这个糖不会长胖。我就把它放在我这个桌子上。谢谢越南首都潜水饭的秋天的奶茶，朋友们，真正越南服的朋友来了，思维真的很荷花。
你们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木糖醇，我看一眼配料表。配料表上写着能量每100克1700千焦，蛋白质零，脂肪1.1克，全是碳水，碳水57.6克。白砂糖、麦芽糖浆，但是应该也没问题吧，因为这个才很少。但这个糖上面热量很高，对的，所以我看看吃哪个呢？这上面每个上面都有很可爱的图像哎，是这个吧？你看这个上面。有个喜字，能看到吗？糖就多吃，记得刷牙就好。好，有个喜字，是不是软糖？是硬糖，硬一硬，硬一硬的硬糖。有的人物都认不出来，这种硬糖可以自己做，很好玩，是吗？我没试过。我的闹钟响起了唢呐，这个里面是个爱心，这个能看到吧？吃喜吧，吃喜，可是那个是双喜，你只有一个喜，不合适吧？等你什么时候把另一个喜找到了，我吃你的喜糖。每个颜色都是不同的口味吗？我不确定哎，我先尝尝这个。嗯，这个好像是那种柠檬味儿，带点青瓜的味道。做一条再切，这么厉害，可以咽吗？应该不能直接咽。我也不敢试，因为我试了有50%的可能就人就没了。可以自己做，可好玩了。我怎么感觉你们都做过，我什么都没做过。请吃喜糖，过两天希望我可以。哎，我就知道有人要出来了。不行，今天是大好的日子，那我们提前吃一下吧，提前庆祝怎么样？提前庆祝。对，提前恭喜。嗯，啊，我要忍不住查一下了。我好想刚刚查一下，我说因为谁知道那个时候你还犯不犯我，可是此时此刻我却想真心的祝福你啊，好查呀，看好这里有一颗喜糖，有一颗喜糖，不犯我去抓它。估计几年后可能蛮多人都会有家室了。好呀，你们都有了，我就孤单单一个。但是人生都是这样子的嘛，有人来然后就要有人走，有人来有人走，你生命里面重要的位置也会变化。嗯，忘了冰制西瓜都不冰了，重冰一下吃吧。所以郑姐是带着对象一起犯，然后你对象就回来给我发翻牌说，小五求你跟他说声他理理他男朋友吧。小布丁的玫瑰花，不不不，人各有志，他如果不想犯你也不要强求他。我们先把这个喜吃了好吧，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是为了庆祝我们共同的朋友月正安哥，提前恭喜他，一定会嗯提出去了。好，
会超标。不犯就换下一个江。不行，你要看他对你好不好。你找男朋友得看他对你好不好，可不能看你男朋友对我好不好，那就出问题了。带对象可以点生柱的时候互相送花。我就想问你，小程，你怎么回事？跟你互相送花的人是谁？董大师的荧光棒，谢谢。不是书包，是一个好人。你给人送了花，然后又给人发好人卡，把人给拒绝了。你可真有你的，你可真有你的，不愧是我武伯涵的饭头。是好人吗？ID 就叫好人。谢谢刘德华的荧光棒，这个 ID 厉害了。不想下播，但我不下播的话就没翻牌了。每天两个人吵架时一起看小五直播就和好。朋友们，小五的电台是拿来干嘛的？给我投稿啊！我至今为止在直播，在我的翻牌里面解决过的事情有女朋友跟男朋友三年的情侣吵架了，然后一气之下同意了分手，两个人都很后悔跑来这找我。然后我还在严刑拷问那个男的，然后还在逼问那个，然后还在安慰那个女的，然后转过头来告诉我他俩和好了，因为看到了我给他俩发的翻牌，发现对方都有意思。看，新来的电台投稿是什么？哦，对，那我在房间里再发一下吧，一会儿下播我在房间里再发一下，真的，我就很震惊。然后还有。电台投稿开了，然后某人男朋友跑到我这里来说，小五你很好，我也犯上你了，但是你可不可以跟我女朋友说一下，让她也多少理理我。怎么投稿？我一会儿发在房间里面，投稿的细则啊还有内容啊都可以。对，你没错，你挺好的，小五有十个你这样的粉丝，未来可期。不是，我是新粉，投稿干嘛？你要写歌词吗？不，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编到歌词里，但是我不确定你想不想听到我唱出来。麻烦可以不酱鸡腿吗？对，穿我套可以用微博了，对的。守护天使打算写合集吗？啊，这个怎么写呀？投稿内容有限制吗？我发了那个海报你看吧，海报上都会写，我不知道算不算有限制，很多事情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没有限制了，真的。微博，好，现在是10:37了，我跟你们最后说三分钟的话，我就走了。下午时间差不多了，不要太晚睡。好的，还有三分钟，我跟你们再说三分钟话嘛，就说三分钟我就走，不用赶我，我很快的。小五预告说的八月底，现在已经九月初了哟。我在房间说过两回，直播也说过一回。我说差人说差，有的素材还没有录完给我，我现在也没法剪，得等录完给我才能剪。这位朋友，不过肯定不是每个人都会看我的房间，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看我的直播，我了解，所以你问我明白的。慢慢来，不急。好的，刚进来说个晚安，拜拜。好。辛苦啦，不辛苦。哎 ，KK 是什么意思？
KK 是什么意思啊？对不起，这是什么？我的好奇症犯了。KK 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晚睡，好难。夸夸，哦，是夸夸的意思。嗯，嘿嘿的意思啊，韩语里哈哈的意思。好的，明白了，明白了。中华文化，不是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句晚安说三遍，只为你能听得见。晚安，晚安，晚安。好的，喜欢，喜欢，喜欢。期待不着急，慢慢剪，慢工出细活。其实就是个小采访，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采访毕竟是有时效性的嘛，对吧？那最后给你们看看没有戴眼镜的吴涵。近，面前有碗，碗里有粥，粥洒了，给你们写的明信片就都要泡汤了。谢谢 GY 回首故去的玫瑰花。真的要泡汤了吗？那40了，我走了，我真的走了，没人挽留我一下吗？哎，没人挽留我一下吗？这些粉丝怎么回事？挂电话之前要降降娘娘一下，不知道吗？可不可以跟我降降娘娘一下？拜，还飘屏说拜，真过分，跟我降降娘娘一下吧。谢谢小绿袍奶茶的夜蝶，谢谢。你们谈过恋爱没有？哎，你们会不会就不谈恋爱？你们跟喜欢的人挂电话的时候，能不能降降娘娘一下？我们真不降降娘娘是吧？再不下播41了就行吧。没有喜欢的人，你没有喜欢的人，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喜欢的人不是我吗？你没有喜欢的人，你在这里干什么？嗯，你是为了喜欢上我，所以来到这里的，我懂了。行吧，现在说不要走已经没有用了，那我走了，晚安，做个好梦。